可能你已經睇咗 YouTube 好耐，學咗好多健身訓練動作，咁但係點解你而家去到健身室，好似都係應該唔知做啲咩咁樣？可能就係因為你仲未掌握到適合你嘅訓練方法。今次我哋呢段片會介紹一個特別適合瘦底增重嘅訓練方法。所以如果你係屬於瘦底身材，你想加快你嘅增肌增重嘅進度咧，咁呢段片一定要睇落去啦。如果你覺得呢段片有用，咁希望你 like、subscribe、share， 多啲支持我哋香港人嘅健身頻道啦。訓練方法簡單啲嚟講就係、是、你學咗嗰啲訓練動作之後，點樣將佢組合埋一齊使用，當中有啲乜嘢嘅訓練技巧？咁呢一個咧就係、是、除咗你嗰啲動作做得啱唔啱之外，好影響你訓練效果嘅一個因素。今次介紹嘅訓練方法，我哋叫做 Modified Extended Set Training， 定制延長訓練組。個方法係將幾個有關聯嘅動作連埋一齊使用，去針對一個相同嘅肌肉部位。咁不如我哋一邊示範一邊講解呢個訓練方法係點樣做啦。第一個動作會做上斜推胸，咁可能你已經有學過呢個動作，就係比較針對上胸嘅部位啦。而且喺呢個角度之下，通常我哋會舉得冇咁重嘅。做完呢個動作之後，我哋就即刻調整嗰張凳嘅角度去做第二個動作，平躺推胸，亦都係大概舉3至4下，同埋用翻第一個動作嘅相同重量。去到第二個動作平躺推胸，咁你會發現到第一個動作係練上胸，第二個動作就係針對中胸。你可以舉嘅重量應該會比起第一個動作重啲嘅，或者比起第一個動作可以做多1-2下。同樣都係舉咗大概3至4下之後咧，我哋就即刻轉去第三個動作下斜推胸，繼續完成多3至4下。如果你所用嘅器材嗰張凳可以調整呢幾個角度變化嘅話咧，咁樣喺呢三個動作轉換之間，應該只有少於10秒嘅休息時間。我哋今次選擇嘅訓練嘅部位咧，咁就係胸肌嘅。咁頭先講過啦，這個定制延長訓練方式就係你都要針對一個相同嘅肌肉部位嘅。咁所以你要先選擇咗你想針對嘅肌肉部位，然後我哋會連續做幾個有關聯嘅動作啦。咁同埋咧揀嘅重量咧係比較重嘅，可能係做到3至4下咁樣。講起 drop set 呢個訓練方法，可能你自己已經用過添。個方法就係喺我哋做完一組訓練之後，揀一個重量比較輕嘅，繼續做落去。但係我哋今次做嘅訓練方法就有啲唔同啦。其實大家都係 drop set， 不過我哋改變嘅並唔係你攞嗰個啞鈴嘅重量，而係你做嗰個動作嘅角度。因為喺同一個動作之下，佢嘅角度唔同，都會影響得到你做嗰個動作係有幾容易做，或者係有幾難做嘅。所以動作上面，我哋會先做一啲比較容易去做嘅。嗰個角度之下，你係容易啲發力嘅。然後第二個動作、第三個動作就係越嚟越容易去做，亦都係因為嗰個角度上嘅變化。這個方法尤其適合瘦底增重嘅人使用，因為首先我哋係用緊一個大嘅重量去刺激你嘅肌肉增長，而且係運用咗多角度嘅肌肉嘅刺激嘅。所以喺我哋呢個例子，你見到會針對上胸、平胸同埋下胸。但係我哋做嘅次數同埋組數其實係相對比較少嘅。因為很多瘦底增肌的人遇上一個困難的地方呢，就是其實他們的訓練量對於他們的體質來說其實就太多了，所以就會形成你越練越瘦。你現在看到我們的訓練和剛才的講解，大致就明白到這個訓練方法了。在這段片的最尾，我們會列回今天的訓練的流程，你可以自己回去試一下。但是記得看到最後，因為我會講解兩個需要注意的地方，因為通常有些好的訓練方法呢，咁都唔係淨係得優點噶嘛，都係一啲咧需要注意同埋避免嘅地方嘅，咁所以記得睇埋落去啦。對於要增肌增重嘅人嚟講，尤其係瘦底嘅體質，除咗要練得啱之外，亦都要食得啱嘅喎。咁啊，增重粉咧就係可以幫助你加快進度嘅補充品選擇啦。目前我哋喺 Smart Supplement 最推薦咧就係以下兩款產品，分別係 International Protein 嘅 Extreme Mask 同埋 International Protein 嘅 Heavyweight Mask Scanner。咁呢兩款產品咧，佢哋嘅粉質非常之細膩啦，就容易吸收，而且個營養配方咧就比較全面啲。咁呢兩款產品咧，分別就在於 Heavyweight Mask Scanner 呢一款咧，佢嗰個營養配方咧就比較適合啲本身新陳代謝比較快或者係運動量比較大嘅人使用嘅。咁佢嘅建議飲用量咧，咁亦都係比較多啲嘅。
咁呢兩款增重粉咧，佢哋沖調出嚟咧，亦都係粉質係非常之細膩，而且好容易沖調嘅，唔會話好結啦。另外啦，點解我哋咁推薦呢兩款產品呢，就係、是、發覺咧佢個口味咧係好啱香港人嘅。首先就係話佢冇咁甜，而且味道咧亦都冇咁化學嘅，飲落去咧就覺得自然啲、舒服啲啦。我哋今次介紹嘅定制延長訓練方法有兩個地方咧係大家特別需要注意嘅。第一就係、是、雖然我哋強調每一個動作咧，你都係做一個比較大嘅重量嘅，大概係3到4下啦。咁但係除非你係有專業健身教練，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喺好多人嚟講咧，都比較難去知道咧自己真正舉到嘅幾大嘅重量嘅。咁而且如果你真係揀一個比較大嘅重量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啦，都係比較危險啲啦。咁所以咧，雖然我哋會講話3到4下嘅重量，咁但係呢個重量咧就唔需要太執著嘅，盡量舉得重就可以啦。第二個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定制延長訓練方法係屬於比較高強度嘅訓練方式，咁所以盡量咧就係維持連續使用6到8個星期之間，之後咧就可以休息，或者係咧做翻一啲比較傳統嘅訓練方法咯，咁就避免身體咧就係太過消耗嘅。如果大家對於瘦底增肌有任何疑問，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如果你覺得呢段片幫到你嘅話，請你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多啲支持香港人嘅健身頻道。